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继续给大家讲悬疑惊悚剧《怪物》第六集。上集讲到韩父听说儿子又出事，相当的生气，全检察官阻拦韩父打电话给韩周元，承诺会代为处理此事。不过韩父还是偷偷打给了儿子。吴志华怪李东植害自己得见讨人厌的前夫，但也猜到李东植是为了镇墨才惹祸，要李东植和韩周元赶紧和解。韩周元要全检察官帮自己查了朴正己的背景，得知朴正己有精神病，怀疑朴正己才是真凶。临归时记者又缠上李东植，被李东植听出端倪，猜到吴志勋出卖了自己。吴志勋才说朴正己曾在事发当晚见过敏静，但其实当时镇墨也在场。本集讲到镇墨去吴警官所在的重案组送泡菜，他静静地坐在那里，将今天遇到的人数都记了下来。当他数到19时，吴警官来了。镇墨给吴警官送完泡菜，便来到东直所在的派出所，给所里的警员也送了一下，感谢他们帮忙寻找敏进。可接下来的一幕让人触目惊心，镇墨回到家后看着自己和敏进的合照，说着今天遇到了27个人，他们个个都像白痴一样，就这样还能找到敏进吗？看来敏静的和爸爸一起生活了。说完便在日历上写下27这个数字，念叨着会是谁呢。时间来到敏静失踪那天，敏静醒酒后就从派出所溜走，随后东直打电话告诉他钥匙落在派出所了。这时敏静遇到了送他回家的朴正己，就挂断电话。回家路上两人有说有笑，敏静偷偷告诉朴正己父亲镇墨令他毛骨悚然，镇墨恰好被镇墨看到，他急忙跑回家中。之后敏静被绑在冰冷的刑台上，镇墨亲手砍下他的手指。镇墨在人前表现的人畜无害，私下里比谁都狠毒，两幅面孔无缝切换。画面来到上集结尾，韩周元询问东直凶手是谁，东直笑了笑什么也没说。这时镇墨打来电话向东直打听韩周元的联系方式，东直将手机递给韩周元，电话那头镇墨拜托韩周元和他见一面。随后两人来到镇墨家中，他恳请韩周元帮忙调查敏静一案。镇墨表现得楚楚可怜，韩周元思虑再三决定帮他调查。东直急忙把韩周元叫出去私聊，他提醒韩周元现在的身份只是派出所警员，重大案件可是由重案组负责。韩周元反驳道，之前是东直让他无视法律和原则，为何现在就阻止他调查此案？难道东直在包庇负责这些案件的吴警官？东直矢口否认韩周元不相信他。不久前档案室里的监控视频被删，韩周元怀疑是内部人员干的，这次机会他也好好调查一下。东直无话可说。根据智镇墨的口供，案发当晚敏静回家后直接去休息了，8:33志勋前来邀请镇墨一起去在一餐馆吃饭，当时所长正好打来电话，手机里的通话记录证实了这个时间。吃完饭后他和东直一起回家，回家后他没敢打扰敏静休息，也没有听到敏静出门的声音，直到看见敏静的断指时才发现他已经失踪了。说到这里，东直突然跑到敏静的房间询问镇墨有没有丢失的物品，镇墨回答丢了敏静的手机和在伊马给他的毛巾。事后韩周元听着录音将他们的谈话内容做了总结，韩周元有一点疑惑，镇墨说那晚他是和东直一起回家的，但之前东直因为这起案件接受询问时说聚完餐后他直接回家了，没人能证明他的行踪。如果镇墨说的是实话，东直明明有不在场证据，为何要隐瞒此事？韩周元想到丢失的毛巾必须找在一求证，此时他拿出自己拍的卫生间照片，在一发现他送给镇墨的毛巾确实不见了。随后韩周元回到车上听着手机里的录音，又抓住了一个关键点，镇墨说和东直一起回家时东直没有给出回应，沉默许久后就询问家里有没有丢东西，这一点很是奇怪。这时全检察官打来电话，韩周元正好有事想请他帮忙，挂断电话后全检察官急忙向韩父汇报，韩周元拜托他调出敏静失踪案的调查记录，
以及文州署的状况是出入记录，韩馥不明所以。全检察官向他保证自己会阻止韩周元惹是生非，可韩馥却说把韩周元想要的东西给他，只有知道他在查什么才能阻止他。全检察官认为此举太过冒险，韩馥看到他如此愚钝，便说出韩周元的小心思。韩周元把警察要做的事拜托给检察官，最后还是要转回警察内部，而警察内部能帮上忙又能免除后患的人只有韩馥。很显然，韩周元是在借权检察官向韩馥传话，要是不帮忙，他就会在警察厅内部四处惹事。紧接着，韩馥提醒全检察官把监控里不该出现的内容删掉再给。经过此事，韩馥给了他一个教训，猎犬要懂得察觉主人所看的方向，跑在前面，落在主人背后的猎犬只会被一枪打死。全检察官不甘心，他告诉韩馥，不久前韩周元拜托他调查过朴正济，发现朴母和韩馥在10年前就认识，而且他们还是推进文州开发的合作伙伴。全检察官担心这部分关系会惹出麻烦，所以没告诉韩周元。他的这番话得到韩馥的夸赞。那面，朴正济看着几年前朴母和镇墨拍的合照，表示自己厌倦了文州，厌倦了人类，他想休息一段时间，而且他总能听到女人的声音。朴母不忍心看到儿子受折磨，便劝他接受治疗，朴正吉果断拒绝。最后朴母责怪他，要不是他给东植作证，这一切早就结束了。朴正吉认真地说，因为东植不是凶手。朴母惊讶不已，连忙询问儿子为何如此确定犯人不是东植。朴正吉吞吞吐吐，一时说不出来。朴母见状便匆匆结束话题，让朴正吉好好休假。这时李昌镇从办公室的隔间里走了出来，他听到母子二人的谈话，怀疑朴正吉是杀人凶手。这话一出，彻底激怒了朴母，李昌镇只好对此事闭口不谈。随后两人言归正传，在他们的谈话中暴露了一个重要信息，敏静在从派出所回家的路上被李昌镇的行车记录仪拍到了。朴母为了保全儿子，逼李昌镇把视频交出来。与此同时，韩周元收到全检察官交给他的情报，经过查看发现所长曾进过管理监控的状况时，第二天一早韩周元找所长质问他为何要删除监控记录。所长告诉韩周元，他早就知道东植偷偷拿走档案室里的资料，毕竟是东植妹妹的安全记录，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敏静的事发生后，所长知道肯定会有人去找调查记录，于是大家都只把资料交给朴正济。可东植不想牵连朴正济，就自己放回去了。所长为了保护东植，删掉监控。这时东植来到办公室，韩周元表明自己已经知道他归还资料的事儿。这次韩周元没有为难东植，而选择直接离开。东植想知道所长为何要删掉监控记录留下痕迹，他明明拜托所长的是其他事。所长意味深长地说道，这世上根本不存在完美犯罪，抹去一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另一件事来掩盖。东植觉得他这么做有些鲁莽。夜里重案组收到一封邮件，是有关行车记录仪的举报视频，视频里拍到了似乎在跟踪敏静的智勋。朴系长在网上看到消息后立刻跑来质问吴警官，下令逮捕智勋。东植在巡逻途中看到了重案组的车牌号，便跟着他们来到派出所，这才得知智勋跟踪敏静的事已经曝光。智勋极力辩解，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。临走时，东植叮嘱智勋把自己知道的事都说出来。随后东植开车跟着过去，到了警署后，他不停地给朴正吉打电话，但始终没有人接。这时审讯室里的智勋按东植所说，将那晚朴正吉接走敏静的事告诉他们。朴系长震惊不已，质问吴警官是否也知晓此事。吴警官没有否认。这起案件引来多方关注，吴警官身为警察却知情不报，再加上他是智勋的姐姐，于情于理都不适合继续参与调查。吴警官离开审讯室后遇到了匆匆赶来的所长，所长让他把东植带走，自己会留下来照顾这些。随后两人来到在一餐馆，
吴警官对自己隐瞒志勋的事项东直道歉，东直表示他早就听志勋说过此事。这时再一告诉他们朴正己休假去了，手机也是关机状态。东直相信只要能联系上朴正己，志勋便可洗脱嫌疑。吴警官不知道朴正己是否会承认自己见过敏静，毕竟是对他不利的事。紧接着吴警官坦言，有那么一瞬间他希望朴正己是凶手，这样志勋才能获救。此话一出，他咒骂自己是个出卖朋友的怪物。这时郑默来到餐馆，吴警官拼命向他解释志勋是无辜的。郑默表示他知道凶手不是志勋。东直反问道，你怎么知道志勋不是凶手？郑默解释志勋不是那样的人。接下来东直的行为非常反常，他离开餐馆走到巷子里，拉开破旧的抽屉。与此同时，正在巡逻的韩周元听到同事惊呼，原来所里一直在监视敏静的手机，只要一开机他们就会收到消息。韩周元急忙根据定位去找人。那边东直若无其事地回到餐馆，这时郑默的手机收到一条信息，他看到后大惊失色。在一和吴警官看过信息后，东直也好奇地拿过手机看了下来。此时和韩周元一起巡逻的同事收到消息，敏静的手机又关机了。韩周元急忙来到在一餐馆，询问表情古怪的众人发生了什么。东直递上郑默的手机，上面写着爸爸把我拿出来吧。东直事先去想象做了什么，那个消息是不是东直所发，郑默又到底是不是连环杀人真凶，我们下期再说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点赞支持一下。